Hello， 我系利嘉阁地产嘅阿 Ling， 今日同大家嚟到碧霞花园睇一个实用面积1492尺嘅单位，单位附设豪华靓装修，我哋而家即刻睇一睇。今日介绍嘅单位实用面积1492尺，原积4房一套，经户主装修后间隔改为3房一套。由大门进入就系客厅嘅位置，客厅位置够大，户主将佢分成两个部分。除了基本的梳化和茶几，亦都摆了小餐桌和书台。客厅外面连接住一个露台，露台的空间亦都很大，平时想种下花花草草亦都没问题。单位虽然坐向东北，但胜在够开扬，景观可以由东北望到去东南。饭厅位置同样阔落，除了摆放餐桌之外，亦都做了一个入场柜。之后我哋睇一睇睡房，两间细睡房各自做咗书台同埋衣柜，摆放睡床之后依然有好多空间可以走动。另外，碧霞花园嘅睡房全部都设有窗台，如果可以好好运用，亦都可以再为空间上面增值。之后睇一睇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打通埋隔篱间睡房，摆放咗睡床之后依然空间感十足。多了出来的空间摆放了一个电视机柜和一组书台。主人房的景观也和客厅相同，望返去火炭的市区景。进入浴室之前先有一个衣帽间。主人浴室以深色云石铺砌，还做了干湿分离。单位入面的两个浴室都设有窗，方便通风。之后看看厨房，厨房呈长形设计，除了有工人套房之外，单位入面还有一个后门连接住后楼梯，这个设计在旧式豪宅入面都非常常见。今天的介绍到这里差不多，如果各位对碧霞花园的单位有兴趣，欢迎联络我查询。我是利嘉阁地产的阿 Ling， 拜拜。